大家好，我是 Andrew。 2023年是 EFTPay 成立10周年，24年公司会有更突破性的发展，今年会和金管局携手合作商业数据通计划，和各大银行及金融机构一起推广安全数据共享。最近 A8 终端机都推出了虚拟积分兑换平台，虚拟会员系统亦整合 Mastercard 的虚拟货币支付，同时引入了多个海外钱包，令我们核心的聚合支付解决方案可以支援超过20种以上的 payment。 展望将来，公司的目标是通过全面技术和营运经验，将业务拓展至全球各地。我们会继续努力运用人工智能和云计算服务，致力推进智能交通，并整合 POS 离线支付系统，同时将电子订票和会员付费系统应用到不同的服务行业。 EFTPay 和你成就独有的